当你愿意把心打开的时候，神的爱就会进到你的里面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定义你是谁，只有那个创造你的这位上帝才可以定义你是谁。耶稣等着每一个浪子回家，耶稣等候我们，他等待我们回家。助人的方式就是给他一个梦想，是一个属于你的梦想。梦想带来信心，信心让希望生。你的爱不止境，我的陪葬有你的心意，你对我的爱永无止境。享受成为神儿女的位分，大家荣耀一切的掌声颂赞爱戴都归在我们在宝座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